我是夏天天，现在在我妈的身体里，我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我妈一定在用我的身体兴风作浪，所以必须要去阻止她。可恶，竟然把我的鞋都给丢了，害得我只能穿高跟鞋。高跟鞋真的是女人的刑具，真不明白她怎么那么喜欢。真希望她能低调点，别给我惹出什么大事儿。为了女儿的未来，拼了。夏夏，不用你帮忙，我自己来。夏夏，你不用担心我，真的，这种小事我还是可以给你做。啊，夏夏，我们吃什么呀？还是求助一下专业人士吧。亲爱的，是我呀，我想问你个事儿。哟，齐宁啊，这是什么风把你吹得有空给我打电话了呀？你别闹，我这是正经事儿。我这可也有正经事儿呢，忙着呢，赶紧的。我想问你啊，你该怎么样去吸引一个男人？啥？你开窍了？但是我觉得你看上的男人吧，怕是不简单呢。是不简单，所以这不是来问你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只有小女生呐才喜欢这种迂回的暧昧，咱这种成熟的女人直接上就好了呀。直接上？这不行啊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男人和女人呐，靠的就是荷尔蒙的诱惑，你适当的制造一点这种肢体上的接触，哎，感觉来了不就好啦？真的吗？嗯，不信你试试啊。把我当成我妈了，你跑什么？阿姨，你别过来了，我和夏夏是真心相爱的，就算你不同意，我也不会放手的。我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找你的，你起来。大宇，我妈。
夏天天有没有对你做出什么奇怪的事情？天天说要和我分手。什么？不过没关系，他肯定说的是气话。虽然他嘴上这么说，但其实对我特别好。他对你好？对啊，他会为了维护我和员工吵架，怕我累着，不让我捡东西、倒咖啡。总之，他就是对我特别好。阿姨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他的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阿姨，你要干嘛？有点事儿处理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不能让你过去。秦总，您的。请进，有什么事吗？秦总，您的咖啡太烫了。好的，秦总，我再去换。太凉了。浓度不对。这次一定没问题了。加了多少糖？我问过张秘书，是您平常的口味。太甜了，以后我只要四分之一糖。好的，秦总，我再去换。不用了，你出去吧。另外，在我的公司，不需要只会往老板办公室跑的讨好型员工。请你收起你各种的小心思，认真工作。好的，秦总。咖啡带回去。我当然不是去找他麻烦的，我是他妈，你觉得我会害他吗？可是夏夏说了，说你们关系不好。阿姨，你有什么事你就冲我来吧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伤害他。你让我阿姨，夏夏还说了，说 你是个成功的商人，商人手段多，不能轻信。郭之宇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不听。夏夏还说了，说你特别擅长给员工洗脑，我不能再听了。我真的是，我以前说我妈那么多坏话干什么？阿姨，你知道我大学是打篮球的吗？我抢篮板特别厉害。我从来不会让任何一个球从我面前溜走的。我当然知道啊，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呀？所以我会盯紧你的，我今天是不会放你过去的。你才是个球。再直接一点吧，我一定要拿下他。什么呀，何总，您这是？啊，秦总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女儿，给您添麻烦了。
郭志宇，你先一边去，我俩有事说。妈，你到底干什么呀？我帮你追秦志啊？什么？你赶紧打消这个念头，别胡来。这怎么就是胡来了？秦志不比郭志宇强多了啊？不过是有点不好追，我得再想一个更猛的招数。妈，你赶紧打消这个念头，你要再这样我就。 你就怎么着？夏天天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你妈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，你能拿我怎么着啊？乖，回家吧，别耽误我干大事。阿姨，你保证我只要我让你走，你就不会反对我们俩在一起，你也不会找下麻烦，你骗人。郭志宇，你让开，我有很重要的事儿。我不让，我不。 这次干得不错啊！我妈要用我的身体去勾引我们总裁，我男朋友却在阻止我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 谁？